荣瑞，中国国家画院名誉院长，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画艺术委员会主任，美术观察名誉主编。同学们呢、现在啊，我把昨天咱们这张示范画，继续把它完成。
这现在呢，就用这个，然后用这个漆墨法和破墨法同时使用啊。趁它没干的时候，是吧？在有些地方沉沉加忍，沉沉加忍，连春带忍。现在就可以避免画出那很多那个死墨来，那墨气是活的啊。有些地方还保留一个线形，有些地方它渗化开也没关系。
化的过程啊，清楚的时段的线要肯定一些，是吧？因为离你近嘛。这个石头啊，这些层次啊，也要互相的疏密关系，是吧？它也有一些疏密关系、干湿关系，是吧？不能也是一不能一气把它画死了。你要这个角，我现在就虚的，对吧？因为这几块石头了，重点刻画的是这头，啊，那么你这头就要适当的就虚些，你这头也要画实，两头都画实，就堵死了，就堵死了，留下先。留着这些气，是吧？这些气都要留着。这个白也暂时留着，但这个白呢，它就是这个石头的上头这个最主要面，这里边有时候。加些短线，要不是像上面显得很空的，空的呢，这些如果小的那些线都要画的比较到位，比较到位的线。
较湿，它进出这个时候我们就划开了，长一点，干一点，啊。就是这食丸啊，让它又有疏密，又有干湿，又有浓淡，啊。这块画的紧一些，我怎么？相对厚的都要画的松一点，这个坡角是一样的。这块呢，为什么画的黑一点呢？因为这是水，这是白的。紧接着这一块就是简单一点，它有这个节奏。
这些钱呀，有时候这圆圈啊，别画的忒圆，似圆非圆，是连非连，那口别要给它封得很死，它就显得活络。因为这块儿石头的纹路集中在这儿，你要是一直画上去，这棵树就埋在里头了。所以说呢，到这个地方它有个结构，是吧？我们到这个地方就开始。虚虚虚，虚到这儿又一棵树，它出来了，是吧？这种就是所谓的用虚实关系来体现的。说这棵树在这儿，也永远让你眼睛看见。这边呢，画的是。树叶密一些，这个我点了横点以后，又点了一些其他的点，这样来破破它。显得这个树的树叶比较浓郁、浓密一些。这边呢有一棵这个茄叶树，是吧？我们用这个。勾线勾那个茄叶，茄叶呢，它因为是在这个山的这个上这一块呢，我们设了的把它表现的就是虚实带出来。所以咱们想那个有时候这个疏密呀，就是咱们提到不是说有一个说法叫这个单夫真道，是吧？就好像两个人挑着东西走在一个独木桥上，就不能掉下去，你还得让我，我还得让你。是吧？这两个呢，就有一个互相关系，互相这个避让的关系，是吧？就这些东西啊，就说在中国画里头这些道理是，还是非常有用处。
有这边来的这个密，就有这边来的这个稀，是吧？疏，因为这边呢，我这个角画的多，这个角就不宜画的太多了，是吧？就把这个坡角的地方，这些地方表现，是吧？上面就适当的细一些，因为这边已经够密了，是吧？这个这块石头点到为止，这些石头的线呢，是这个走的这种方向，上下方向。那么这块石头，我们是那样的画个痕，是吧？Thank you.
里这些线，它表现一下这个水平，实际上就是它也不是波浪，也不是倒影，是吧？但是呢，这就是提示，这是一个水。那么我们在这个这些线条呢，它也要有个疏密处置，是吧？有个关系。这个讲究啊，有些地方就在这些小地方。这块石头，要是整体画的比较密呢，就要注意呢，整张画的黑白关系。像你看这个树，我点过了，但是它里边有很多小小的白孔，太多了呢就花，就把油写呢。让他在这儿感觉是一个整体。
这书呢，第一遍他就等于打了个底子，提一提。疏疏密密，疏疏动动。
这个下半部分呢，我们基本就处理的，把它顺下点上完了，然后之后呢，也是用比较在有些地方啊，还是要有些小空。多全灭掉的，这个树细一点，这边呢让它绿实浓郁一点，因为它在边上，它画的含糊一点，就让人不要往那儿看，是吧？你把它画得很精，画得很细，那人的眼睛就看边儿上去了，是吧？所以说，那这也是一些处理手法。翻过来，当然说前半部还是不够的，是吧？还是一个大的，但是整体的这种比较厚重的这个调子，就基本没有了，是吧？基本没有了。那么原来要肯定呢，刚开始画的有点线就不够，啊，我们再来翻过来再做。
我就在画的过程中啊，有时候该松的地方别越画紧了，因为越画就越紧。怎么画的？尽量保持了一种蓬蓬松松的感觉。
今天那个，吃饭课就上到这儿，花了一半儿，还有一半儿，咱们明天继续花。